千岁哈，啊，去年吼望景啦吼，讲哦做挂会吼，连续三年要来这个满包哦，大天府五年千岁这挂会，啊，咱今年第二年啦吼，啊，这挂会用意就是讲吼来这吼招兵买马，啊，有咱这个五年千岁派搁较勇、搁较侪兵将吼，来当个进修阮十七号南天宫来甲本府千岁斗三工，啊，阮十七号南天宫本府千岁吼，这今嘛搁有文武财神殿吼来斗三工吼，本府千岁香火啦吼。做旅行王吼，啊，做信徒满天下。啊，咱今仔吼来做挂会时阵吼，阮阁有骊山道院的小法啦吼，来遮做事啦吼，啊，招兵买马来甲文武千岁斗相共。啊，遮所有信众啊吼，做吼对出来随乡的吼，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吼。啊，咱即摆明仔载啦吼，做三月十八啦吼，礼拜日吼。咱这个街道吼，咱做丰富泉水圣诞前秋啦，来用儿童画画比赛吼，九点就对啊吼，要来颁奖啊了后吼，做来行建筑啦吼，啊做美姑活动啦吼，咱就做丰富泉水打破人公庙的传统啊吼，拢啊做布地戏吼，安尼啊咱街道吼是来用做。做国乐吼，啊，咱公庙优质化，啊，咱明仔载吼，最重要就是讲，哦，本府前队圣诞千秋啦吼，啊，所有的信徒来给接受吼，啊，所以本府前队来素材，素材就是讲，挂一杯吼，一千块，两杯两千块，三杯吼，三千块，万奖红要来素哦，迄种啊做信徒，啊，这個、信徒到本府前队缘分，就看卖啊讲，本府前队要素你偌济，啊，欢迎吼，做各地的信众吼，会当明仔载来咱。去南天宫本府前水家，比较参加拔杯啦哈。挂会用意通常就是主要有两个啦，第一当然就是为了要取香火，第二当然就是最重要的，就是为着要来点嘛。就是因为说，这当然哈，先说这也可能会牵扯到每一个神系或者每个派门的做法可能会不太一样，可是正常来说，咱咧开香火的时阵。哦，他的做法通常都是大楼，那就是因为周边的楼看三 A 过来咱这边，然后还要从我们这边看几 A 等于影响。为什么？很简单，要带因的他用的投资挂款，阿北的咱家的一些还需要加强训练的，再给他们帮忙，就是有点类似交换或者说换房的那个用意存在。这是变卖的部分。好啊，然后可是当然还有那个就是要从。周边，然后或者说短边，然后呢，请一些香会啊回家增强我们稳住神明的一些力量等等的，哦，这其实是有两层的那个用意，啊，可是对现代的状况，或者说以我们来讲，以温州话师来讲，其实我们会比较看重的是第二项，因为第一项很难说，真的很难说，第二项才是相对来说比较实际。以我们的派门来说，我们这次来挂会目的就是第二项嘛。没有，两样都要，两样一起就对了。可是以我们的立场，我们会比较注重第二项，这是我们的立场。啊，以我们一般公庙本身的立场的话，是两项都很重要。只是通常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刚才在挂会，董董猜那个董董猜，哎，那个是不知道那到底要干嘛。啊，可是事实上我们会讲究很多东西。知道说我们这三年要连续三年挂会嘛，对不对？传统的礼俗是连续三年。今天就来到咱做麻包来天府吼，
公路潜水下来有这个挂会老兵买马，啊，阮这个这个团牌吼，给阮在大家种地主，大家平安身体健康吼，啊，有阮的这公路潜水吼，也镜头满天花吼，啊，来遮招兵买马，啊，望你将这个马招在天府公路潜水来到三江，给阮十七号人天公公路潜水，因为愈来愈成功。罗哈先生，您顶虔心虔意祈求的圣尊神庇佑法经，您顶人生得福禄啦，身上是媳妇在发财有钱，我国方正了就兴旺，只为高薪工业聪明生意，我心在稳工作。下个您顶南富老友，各国平安平安，贵方年三月十七日吉时，所相逢。今仔十七号，南平东丰富清水，而且有这挂会招兵买马，啊，或者丰富清水种。Come on.
好，进哦！来，进来！来，进哦！进哦！进哦！千岁，并热心忠心，啊，为人机灵时，那英雄啊，那军将前往，
这个满头大天父五福神水庙，进香挂会圣书，此时啊，挂香成平平，一切圆满顺利。阿罗哈弟子灵顶啊，啊，再次啊，要来虔心虔意向来恭敬啊，两位众神啊来恭敬，啊，圣诞千秋喜喜啊，挂香圆满成功之喜，阿罗哈弟子心内真欢喜啊，继续吃，继续庇佑，啊，这阿罗哈弟子灵顶，我是南门老友。南南前辈好，陆大成雄是西部在八十幽静。我国皇帝廖秀雄公，是位高仙江的聪明，是西部在八十幽静。我国皇秀廖秀雄公啊，啊，台湾公亲啊，叫林正，南湖老友，我国平安地位地址啊，年轻天地上香拜，再拜，三拜，啊来，大家年轻天地啊，再恳求。咱这本府陈水扁的行政神啊，迎神吉祥嘞，吉祥，再吉祥，三吉祥，百姓圆满哦。